毛玩具。你们知道自制奥特曼盲盒吗？据说这里面能开出绝版奥特曼卡片和奥特曼。哇塞，现在竟然还有自制奥特曼盲盒，还有机会得到绝版奥特曼，我也要。 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回来了，老板那里一共还剩这么多，全被我带回来了。不知道这里面到底哪个才是绝版奥特曼，要不咱们打开看看。就你了。哎，这个好像是一本奥特曼的卡册，这里面不会有什么信用卡吧，要不咱们打开看看。哎，这是一张风马奥特曼的 UR 卡，好像是一张满星卡片，攻击值有153000，防御值有159000。这是一张艾克斯奥特曼的 SR 卡，SR 卡好像没有什么太厉害的地方。来看这张，这张是一张 SHR 卡。有小朋友知道这是什么卡片吗？果果姐姐好像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个卡片。这是一张 LGR 卡，是一张怪兽的卡片。哇，这里又有一张 LGR 卡，是泰塔斯奥特曼的卡片，它的攻击值有142000，防御值有148000。所以这本卡册我到底是亏了还是赚了呀？咋感觉这个没有绝版奥特曼靠谱了？所以咱们还是接着开吧。哎，你们听这个声音，奥特曼肯定在这里。啊，就这胜利超越之药还就一个，没有变身器光一个这有啥用啊？咱们还是接着开吧。就这个，保佑我这次一定要开到奥特曼。海洋球，难道奥特曼在里面？啊，空，这盲盒也太坑人了吧，竟然还有空奖。不过我有预感，最后一个我肯定开上奥特曼。哇，这是贝利亚黄昏，太酷了吧。哎，是谁在说话？